过来，这个脚到这边的，你这个脚这样子落，身体当然没有变嘛，身体没变嘛。你这个这样子，我如果一落扣步，你看我一落扣步，身体是不是就转？这转过来的嘛。你这个手一落扣步，这个手就到这里。你如果在这边落步这样子落，你怎么转？你的身体变成二了。看没有？所有的摆扣步都是过来扣步，你看到这里了，这个步才可以拉。还可以拉开嘛，就是这样子，晓得吗？你所有的摆扣步要记得，所有的摆扣步不是脚上面做完就算了，不是的，摆扣步是一做出来身体就跟过去了，扣步做出来身体就跟过去了。好，以后八卦这通用哦，以后八卦所有的摆扣步都不是脚的事情，那整个身体就转了。啊，你看，扣步不是摆步，你刚才落内脚要扣，